截止8月1日24时，新增本地确诊病例3例，累计确诊病例79例，其中轻型病例10人，普通型病例66人，重症病例3人，海洋海鲜公司员工36例，海洋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12例，大连湾街道的居民18例，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12例，传播途径全力在查1例，所有病例均在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集中隔离治疗，目前病情稳定。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1人，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本地无症状感染者32例，其中海洋海鲜公司的员工19例，海洋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2例，大连湾街道的居民7例，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4例。